阿祖，阿祖，其他亲戚拿好了，啊，我天哪，塞了房子，哎呀呀，今天啊，那也行啊，进去就是走，啊，我那是怎么讲，一走不走，啊，一走不走没行，啊，一走不走没走不动钱，没行就用别的，别的用不完，我等你出个别墅机会啊，啊，探讨今探一夕阳时的啦，到这个机会一对。一定得上课。提前读书，我写书呀，意义之宽啊！在杭州养个环境，不是啊？啊，不就是天天同在见面吗？因为新主任是有点露天的天哦，他天地万物，像刚通的物理情怀啊！咱两年多，咱两年天，两年地呢？哦，所以爸爸妈妈生活难过，就所以子孙叔父老担心，穿着活难过，就父母担心，这样两个人一对，两地好，所以爱心难得，这好处无奇，养得起是真平稳，养生活一天得，啊，生活不天困，一天得，不是最恰当的吗？哦，果可。一定要把控不住这段话，感情只是感叹时空的流逝。哦，咱袂使安尼，我着控制讲这段话，啊，咱只是感控制是咧感叹时空咧过啊，里面想过落啊，里面想过就想钱啊，你若想安尼咧，里面想钱啊，我是想安尼想。